嗨，宋云花，最近在忙些什么？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近况好吗？最近其实工作还蛮忙碌的，然后但是很开心，就是蔡好的邀请，然后很开心今天在这边，就是戴上漂亮的手表，然后跟大家见面。哎呀，我懂我懂，就是工作再忙呢，碰到一些喜欢的品牌的邀约，怎么样都要把那个旗给它瞧出来，对不对？哈，因为宋云花拍戏，大家知道拍戏那一嘎啊，那个请假都很难，但是一听到这个邀请，一看到产品，我知道你马上就心动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工作之外，私底下只是比较想要买一些小小兵的泡面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被你听到了。因为刚刚你的休息室在我的隔壁，对，那隔音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祝你能够满足你的愿望。